那个有外援的吗？我们的打法是，你现在看好你自己在哪一个小队，60%和20%的时候传染绿圈的时候，你是第几小队的人，就是站在哪一个光柱上面等传。一二三队的队长会在橘色点中间，然后第一个中绿圈的人来橘色点传给一二三队的队长，就是六月雪、和平跟豆浆。豆子哥，你补六月雪，善意补和平，赴美奖补豆浆。啊，其他人就是在原位置等待传。你被传到之后，你就是往左传，一号位的人就是往4号位传，二号位的人就是往5号位传，三号位的人就往6号位传，都往左传。大大姐姐，你在一号位负责传坦哦。一只猫，你一开始在六号位，然后我叫你去橘色点的时候，等队长走掉的时候，你去橘色点等我。好，倒数完，凯，我负责持球。一开始王在外面没关系，全部人进去橘色点。八府先。死掉就算了，噪音全进。你没有进去里面，喊进哦。一只猫起来。一只猫起来，一只猫，你就起来就对了，起来。好，豆子哥、冰雨、豆浆、富美奖、紫色进去。我至少要24个人才能彩圈。六月雪、和平、善意。大大姐姐，她撑不住，算了，没关系。飞痴医师、苏珊、蚊子进，蚊子、苏珊、巴甫、亚伦、double ten、巴甫、亚伦、double ten 加我。全部人进去中间，算了，等下我用自杀踩的。弹进哦，噪音全进，弹路直接接弹。好，弹出，弹出，卡宝接哦，全部轮散开，准备，不要，你是几号光柱的，几队的人就去几号光柱，只有队长在中间而已，用力打，散开，第一个中了去中间，继续打完，等下再转火，好。装货中间破坏者，一传四，二传五，三传六，都往左传哦。大大姐姐去传塔，OK，时间很够，全部人回中间，回中间，躺在外面就好。一只猫是几等啊？64等。噪音全进，喊路接弹啊，在里面，哥哥，
坦都在里面哦，卡拉宝杰，大团准备跟着走。跟着月亮走，豆子哥、和平、大大姐姐、富美奖，六月雪、冰雨、善意、鲨鱼镜、小飘、Double Ten、医师、小飘、Double Ten、医师、苏珊大爷、镜紫色的苏珊大爷、翻滚。受不了，我自杀。寒露、蚊子、亚伦宝宝、巴甫、蚊子、飞吃、豆浆。我再进一次，我要自杀。他在里面。噪音全进哦，好坦出，给他100%了，卡拉宝又提前接坦。全部人散开来，只有队长在中间哦，跟第一个人。坦克去，那个是谁中了？去中间，转火中间破坏者。金山大爷是星球，也要往左传哦。坦克在外面，其他人在里面。噪音全进，接坦藏在里面。谢谢大家，收工。好，紫萱的，嗯，很多人不会跑。